王曼昱、邱小溪对徐嘉瑞、朱培玉。第一局比赛，邱小溪发球，0-0。6-9。9-7。
时。零，一比零。
三。错网。1-3。第二局。就好吧。
知道吧？啊，时间到。不行，打不通过关，叫住人啊。0-2
时间到。我就摆不错，就是佳瑞刚才那个角度是有点，你直播场也是没办法，一慢直播这个这个就不行，要么就擦，要么就拖出去。你这么一慢的话，整个这个节奏就全部都乱了，好吧？就是把精力发展放到，不要去犹豫，有个想好，两个商量好了，大伙一接一接，然后提醒自己脚步的快点，只要前面一主动，后面都是你的机会，没有那么难，好不好啊？
有。十比十。